明佩早，今天土城没有？有没有昨天八卦山的螃蟹？没有。我们看看，博南啊，你有领到的螃蟹不？没啦，博南讲无，博南讲无长的螃蟹，伊讲长的，这八卦山拢乌白卖完啊。伊讲吼，咱像咱安尼卖嘛，无想要揢出来啊。秀山早。这个是章鱼，这个是大甲大鳍的，这个秀秀高刚，这个是白鲳，这个是海基姆，这个是爪藤啊，好吃，恰当，秀波啊，博南。哦，你穿这竞选背心是要选啥？总干事哦。阿姨出来了嘛吼？又看到你啊！这也是说包好我，我要这两行尔，我准备包。哦哦。临近旁边，旁边的啊，他要开进去哦。边那边。啊？几包？几包？几包？哎。真正的啊！今天有黄金仓吗？好像没有。啊，迄落嘞，迄落，苏白啊。苏芳早。卖安尼啦，卖遐皮咧，食苏白啊。无啦，我本来就要苏白啦。三个月前订房的。啊，这安那未？六千三百。民宿100间客满。阿姨，你唔来过的话，我误会啊。你阿姨讲今仔足寒，无想要来头前。这气温啦。老板客啦。客气啦。你出干门？你咧无闲？出干门去吧。对。过来，我给退无。啊，谢谢。给退牌，老板要不要？是库马斯是阿里山吗？今天有这个。那什么？还有人卖无？今天啊。今天那个是红大甲还是红金？大甲，今天有大甲，有人要全拿吗？大闸蟹有人要全拿吗？快点！那个一定下次就没了。我跟你讲，有现在我现在在广告，一定有人说啊，大闸。我拿刀子。